国际焦点，冬奥热闹展开，而且有媒体选出了15名最美的女运动员。俄罗斯体育杂志在29号一篇标题为索契冬奥会最美女运动员的报道中，选出了15名最美的女运动员，韩国花皇女王金燕儿风光入列。金燕儿不止在韩国享有超高人气，甜美的脸蛋也让她成为时尚杂志争相邀约的媒体宠儿。她在索契冬奥美女运动员选拔中成了唯一的东方脸孔，其他14名漂亮宝贝能够从85个参赛国家5000多名女运动员中脱颖而出，当然吸睛功力一流。美国知名高尔夫球员老虎伍兹的新女友，美国高山滑雪女王林赛沃恩也在名单当中。其他还有被誉为是当今世界花花界最漂亮的冰上公主，芬兰滑冰选手吉拉科尔皮，现役美国知名女子冰上舞蹈运动员塔尼斯贝尔宾，还有曾经被选为最性感美女运动员的美国滑雪运动员克莱尔彼得兹。这些榜上有名的美女运动员堂堂挤入了索契冬奥的15金钗名单中，不但拉抬了自己的知名度，好像也在某种层面上为国争光。国际中心姚慧文编译。